南投县郭新乡南港村一时起烟头损耗的年报八公下，新年前过去家下得到一点从三树的太石头，本但是表弟空气方本人下款，下一步的庙方是讲得到八公的指示，爱同一点三树太石头开工，好本人下来祈福求好运，地方没希望大平安的带来观光的新气氛。去到南宫村念报八公庙，除了是在拜八公境外，本拜本太家看界天然山树太石头，这次庙方面邀请法师来开工，希望未来拜家的民众求好运，让金蟾正式的开光。所以我们请到南部最有知名度的法师来这里做法事，让金蟾正式可以来为广大的信众们来服务，让各位来到这里可以求财求运，让各位平安健康发大财。过年期间去南宫村，还有九峰二三街进发十几款，同时是在行调林木火凤，同南宫村千岛街有多少人，认识台湾水稻同相关产业。就刚好路过，然后想说啊，还不错，还蛮漂亮的，感觉就很好。嘿呀、啊，有个元宝，像个元宝这样。尤其挨个九峰二三的吼，啊又亲讲那个呢引发。好看的吼，啊下来呢吼，啊因哋嘅话呢，林木嘅火房呢吼，要扮演呢啲事嘅吼，啊来看看因哋客家文化呢吼，啊个做得来吼，来人讲来看艺嘅观参观艺嘅碌嘅产业呢吼。近期年报八公庙都同南宫村叶桥嘅素材，提供希望透过游客拜访，带动提供嘅观光同产业，为传统农村带来新嘅发展机会。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。